领航员现在单节从第一节到28分，现在只有7分。波伟中距离的跳投有，再度要回领先。剩下3秒钟，张博伟的外线有部分呢，他的高度就摆在那边了。对，至少说没有抢到的话，也可以拖给队友。对，张博伟的底线好球。刘承彦 listed at 172 centimeters over to Weber. They'll try a step. That's good. 抢篮板进攻啊！好，最后底线压哨的两分球，张博伟。三节打完，他也得到了8分。Quick inbound. Weber's got an opening. Trains it. What a way to end the quarter. 6分钟了，自己吓自己一下。莫维这个球有点危险。哦，打得非常强势哦。对，就在禁区都没有协防，投不要再投三分了。卡麦隆再转移，张博维的外线有3分球啊！哇！所以现在钢铁在场上的个头是比较小。关系，因为张博维 is on fire。张博维 close the gap even more。还是钢铁人的手上，黄绿翔上半场命中率不理想，哇，禁区里面倒了两个人，球还在张博维的手上。所以他在弧顶做挡拆的时候，势必中挖出来协防是。张博维的上篮呢，剩下